现在收看的是《深过岛屿的歌》，我们是拉格力古巴，我们是初一五一，你现在收看的是《深过岛屿的歌》。台湾岛屿上的风吹过每一个人，每一块土地，让我们重新重拾了相见的感动，也忆起了被一首歌爱着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《吹过岛屿的歌》，我是主持人阿洛。难忘的春芳，想你一切都好吧，健康胜过一切，尽管那些白银黄金宝玉相胜千万数，也抵不过我们的儿女珍宝。你还记得那一首歌吧？能在有家和土地的话更好，家里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儿女，东西就让他们拿去吧。缝纫车在收走之前，我特别想穿你做的衣服，一件白色的衬裤，像短裤那般，下面是西装裤的样式，还有白色方巾一块。田地和山野随时都有我的魂在，水田不要卖。金の鈴
在音乐当中的闪亮年代是没有人可以说再见的。吹过岛屿的歌走过岁月，跨越年代，带着你一起用音乐唱出共同的回忆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请您锁定16频道收看《吹过岛屿的歌》。